天使啊，应该是天使，来吧，没想到是中单鱿鱼啊。哎呀，多蓝剑的天使可不是那么很好打啊，先 E 上来 A 他一下，再 A 再 A 再 A 吃药，再 A 再 A 走，不能打了，这天使有点打不过。 EA 再 A 让他被动成数消了啊，我给你点个大拇哥吧，你还等个电刑啊。死定了，不好意思。一 A Q， 我们电刑都不用触发，这波就能把他杀。哎，这么押韵呢？怎么？给你来个大拇哥回家。哎呦我操！我这行啊，我这是随随便便就来一首飞游 style 啊。哎呦天哪，这屋里太干了，我这鼻子都出血了，感觉已经这屋里面已经不适合人家居住了，人类呀、啊、拜拜。等个七秒啊，来 EAW A 接双 Q， 再 A 再 A 点赞，再 A 闪现 AQ 死。我就说怎么哪里不对劲呢，我点赞小伙子，我一会儿让你人都看不见就死。我们打他啊，就这种小脆皮儿，一会儿就让他瞅着我们印上来，就得放大，就得打出这种效果。插个眼来堵着他，看看这人上哪去了，不见了，奇了个怪了，挂机了。那这心态也太差了吧。啊，一 A Q 打一套，让他打这个塔皮应该是吃不了了，回家了。锯齿短臂，出门儿。点烟浪费了，那谁知道他这么好杀呀？谁知道不用点烟也能杀他呀？死了！哎呀，我
这个标挺帅呀。蓝枪过来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来，朋友，嘿，朋友，先插个针眼啊！哎，真的，这天使一扔怎么就没了呢？你看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就是菜。越菜的人呐、啊，越容易装，啊，越乐意装。一 A 出，打一波，把塔皮吃了，回家了。这波不能杀了啊！上来给我一骂点赞，给我一溜烟的一顿点赞。现在西帝还加什么东西啊？十五技能极速，召唤师技能极速。呀，他升了。卡一波兵线啊。实在不行，我可以来一个。可以来个明朗之靴。给队友打个信号啊，他肯定是去中了，要不然他就去打啥去了。这波把车补了，补完车以后去看看峡谷。果然峡谷没了。我没寻思那武器打得这么快，人打峡谷你整条小龙啊，控一波线啊，我们有吸血。你想看一把木印隐身猴，没有那种猴你看不了，那虚区太低了。哎呦，我天使值钱了，可以啊！下去居然拿了个双杀，我没想到啊！我的妈呀，还有赏金了呢，这还好意好跳，点燃 QE 转起来 W 一转 A 接 Q 再转闪现走，直接把它转起来，我们还能走。哎，回家，不能在这回，在这回容易死，在这回吧。吃我的塔皮，你会为此而付出代价，小伙子。呀，扫描忘换了。
也可以。这蓝 buff 不我们的了吗？一看这天使的小样啊，就是不怎么怕人了。我这一看呢，把伊塔拔了。德莱文现在确实行，打人老疼了呢。德莱文就是我们不会玩，哎，我就想纳闷一个事儿，这怎么防御塔砸人这么痛啊？这是好疼啊，兄弟。这一血塔你要吃啊、哦、你要吃啊、哦、那你吃吧，那你吃吧，我感觉我能吃了。找一下武器啊！哎，下路可以上，两个人头呢这。给口汤喝呀！在这等一会儿啊，1900块钱，差200，差170。可以上，给口汤喝吧。哎，我吃药。哎，这德莱文真是操了，你非得闪，你是不是还能省个闪现呢？这求生欲望这么强烈呢？回家了，收集者。天使给我打问号了，我听不懂狗话，我都没看懂他说啥。我们语言不通。哎呦，说你们是狗，你咋那么对号入座啊？你真是的，怎么会呢？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他，而你却非得要自己说自己，那你说我能咋整？我能怎么办？这怎么就仇起来了呢？这为什么仇我们呢？这
先杀这个啊，别急啊。AQE， 再见。给我扛一下，给我扛一下，给我扛一下。我开个门去啊。幽梦之灵，咳咳，打个红去，得来文看着没？对，你先打。我们收。咱俩各凭本事嘛，对不对？再说俺们杀十个，怎么还不配拿个红啊？那德莱文都没说给你打问号呢，你还点我？德莱文都没说点你，你居然敢点我？先把这眼排了，人有点多啊。位置可不好待呀，这人咋这么多呢？哎，这火蓝出来了，这火蓝出来干啥来了？啊，这火蓝，火蓝为什么敢出来呢？这火蓝，没事，我们能吸血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上当了，上了他们的当啊。上当了。漂亮，给我杀鱿鱼这边。我们差400来块钱无敌，这把可能得出个影魔刀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夜阴之风就行，夜阴之风啊就可以，影魔刀就用不上了。路过是吧？路过就算了吧。既然是路过就算了。德莱文在等蓝，这么的吧，再把这德莱文杀的也挺多的，也配拿一个蓝 buff， 我说实话也是配的。哎，阿卡丽死了。哎，那这样我们这波不无敌了吗？啊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这不五杀了吗？先杀这武器啊。哟呼，天使铁板鞋，铁板鞋都没用。这里应该有眼儿吧？你干啥呢？你啥意思啊？这火人儿
心态爆炸了。也讨厌这种人，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劣势不代表你的队友劣势，你死的多不代表你队友死的多。你看他除了他，他们家其他人其实都还可以，看着没，就他死的多，就属他最菜，菜还剩，越菜越剩，就这样，讨厌，把他举报了。以前幽梦加简溪地，现在也不加了，已经变成一个纯刺客装备。加个火蓝吧，有红没？哎呦我，你打得过德莱文吗？哎呦，你打得过？鱿鱼，我不杀天使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武器大师居然敢上我这儿来反夹，我没想到啊。我没想到，小伙子呀，这天使怎么满血下来了呢？妈耶，他居然杀了11个，我接受不了。妈耶，这个不行，来这个。这武器大师这种东西有点克我们，他可以挡平 A。 行吧，一会儿多杀会儿天使，像这种鱿鱼什么的咱就先不杀他了，把小龙打了。推断这个火蓝可能在这里，你是真没用啊！我发现这你都能被抢了哦。是谁给的这个武器大师跟我单挑？是谁？梁静茹吗？在这等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人出来。比如说天使都没有。天使在旁边有一个人不行，因为他100%放出来大，他要是放出来大，那就坏了。打条大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把大龙打了。撤，来人了，你怎么跑去担待去了呢？我都没担待。我的假猴把他杀了，都不是我真猴啊，我假猴把他杀了。把中路拆了，拆完以后来大龙啊！哎，这武器把蓝枪杀了，行吧，2300不够啊，这钱
现在这女枪学聪明了，跟那天使一块走。99的暴击真伤哪来的？收集者。差200块。没人的话我可拆掉了啊。这是要抓我呀，这一瞅来人了。这阿卡丽挺皮呀。天使怎么就这么嚣张？还是太幼了，我们得赶紧出一个破甲，打不动了。他护甲我估计应该有150左右，要不然不可能打不动。既然你们都不打，我去打掉大龙嘛。150左右，他是铁板鞋加沙漏，护甲有点高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别秀了，求求了！这穿甲猴打龙好像费点劲。要大龙打我们的甲猴啊，还好还好。拿下贝贝。队友发起了投降，为啥呀？搞不懂，真奇怪。是你，你就点了，那就点呗，这有啥不能点的呢？点呗。这干啥呢？这为什么就死心眼要打龙呢？打人啊这！不打人，这不人龙双收了吗？投降了。呀，我忘记开预言了。